生鉢が見えないのか。畑がちゃんとしないからこのざまだよ。猫の話はそこまでにして、そろそろお家に帰りませんか。この井戸は干ばつの時期も綺麗な水が溢れ出します。サボると夕飯はないぞ。負けだ。ゴブリンも村長になる日。わしも昔は偉大な冒険者を夢見ていたが、結局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た。少し後悔はしている。你要跟他对话的话，你要拿到几种他有兴趣的知识，这样。知识不够，你不能点那个选项就对了。誰が何と言っても、サントは私の息子です。口は荒っぽいけど、サントは心優しい子です。件は何だ。労働者が必要なのか。バハールは大都市とのつながりで村を台無し。しまいます。你跟 NPC 讲话才脑子。哎，牛奶队长，给我一下。本心的解任务啊！我是鍵屋ではありません。哦，解任务还要队长？他说队长才可以啊。该不会是打头目吧？啊，那个黑暗精灵。左上角有吗？空椅啊，
私と共に月明かりを鑑賞しませんか。检查后面的箭头。哦，来来来。この地域に貢献した分、もっと多くの家を購入できます。家は何をするかをまず考えてから購入した方がいいです。生成所から用意することをお勧めします。制作の基本として見た目が悪い。そこの美しい彼女。夜は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い。私は商人です。夜中でも取引しています。感觉真的很像啊，可是怎么像哎？就是他用比较正经的讲法。
着いてください。落ち着いて。高いところが好きなんです。获得怎么有解？获得一臂高冒険者様、こんにちは。啊，什么坐骑设定？是让坐骑会在画面的时候可以说减轻坐骑，要怎么关掉？画面的中间点击坐骑，就是我从马下来的时候不是会写减轻坐骑？然后呢？要怎么把那一行关掉？为什么把那行关掉？把那一跳出来。吃错了哥布林怪。生活等级相关系统通知。知道什么？
この悪夢はいつまで続くのでしょうか。ベリアにはいろんな農場があります。すべて訪問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。この悪夢はいつまで続くのでしょうか。夢でいつも黒いオーラが現れます。いつも怯えたまま目を覚まします。君がこれから経験する世界は広い。成就のために誰かを抑える必要はない。没印象哎。ここはロッティア農場だ。ゴブリンは臆病者だ。インプとキツネを追い払うどころか。一輪の花はいかがですか。私は痛いだ。
他嘴巴上没有缰绳，看到你就会逃跑。对，好像很难找哦，因为抓走一只要过两个半钟头重生。也没有什么点都会升啊，它固定有几个点。你可以去，他任务也有告诉你有几个点嘛，对不对？ベリアを代表する特産品です。然后，通常任务那几个点都找不到。就是我没有，我只有在那边看到过，但是都没抓到。或者是你可以去那个古代人的石室的左下方找找看。你知道古代人的石室在哪？不知道。他那个樵夫不是要跟着你走吗？樵夫？对，要等他。跑太远就不过来了，小傲娇。骑那只不知道骑什么意思啊？私のワインはベリアを代表する特産品です。最高のワインは良質のブドウと長期間のオークタル熟成。
艦隊が戻ってきたよ。哎、欸，刚才好像有听到安妮的声音呢。怎样？你不是要招？啊？你不是在招奶哥吗？有点，有点超远的。是哦。你把它关掉了。关的，没关啊。哦，就不见了。这是一个好问题。山路过去，在哪？海岸悬崖离那个安妮勒不是蛮近的吗？西部关口你不是早去过了？我没有走到这啊。那你一开始，你一开始从那个到，怎么讲？就你任务一开，你刚创角色不是从奥尔比亚，会穿过西部，啊、西部警卫营地，对吧、啊？那你要去西部警卫营地，你就会经过西部关口啊。哦，大概走过了。小恶魔洞穴、啊，这里好像是采，这附近有只精英怪，它主攻，不是很弱。然后，对吧？很惨吧？对吧？好像是两个铜的矿点这样。
杀小恶魔，又获得升号。剪刀手指，满了。音乐怎么那么的？我找到一个战士用的长剑，就是没有用，你不是战士。对啊，放仓库，然后再开始战士给他用。对啊，那个用加工把它融掉。驴要怎么叫出来？我去马厩登记。我登记好了。然后把它，你把它放出来就好了吧？它就在你旁边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我把它寄托，因为寄托它已经是出来状况。那应该就在你后面而已。对啊。真的？应该不会是因为马车太多，然后把你的驴挡住了？在哪里呢？我怎么知道我的驴这是哪一只？靠近它会有个那个，就是热键，什么 F 级是开箱子干嘛的，或者是你可以左上角，你可以点一下右键，有个那个马的图案，没有？哦，嗯，再把你导引再到那边去。来了，太超丑的。我怎么骑啊？啊吗？骑都不
像、喔、超慢的，男女啊，慢到爆炸，笑死了、啊，哈哈。弄对啊，弄对啊，操死他了！真的，没有表情的，他那个表情截图超经典的，这个截的人也蛮强的。这是一个团队啊，所以他们应该很轻松的。超慢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什么时候可以换马、啊？我缺一个超强宝马，缺马车。GK 直接买那个初心用的吧，多少钱啊？一万五吗？给个200万来花花呗。钱不能给啊。那你送我一匹宝马。欠马不能送宝马。不能交易啊！马会不会死啊？会。你想，那我在打过来，他跟在后面。哦，没有，他会停在原地，他会跟着你。所以，他会跟着你。可是你会停在怪堆里。使用する装備はいつもこまめに手入れしてください。所以怪会自己去打他咯。会会，怪会都会打他。然后。有一些主攻怪啊，有一些主攻怪是看等级低才会主攻，平常不会主攻你，只要主攻吧。消灭你打一把。赶紧做你前线事务。落ち着け。防御は生存率を高める。だから鎧には投資するんだ。奶哥，你不是走到那了吗？我去，不知道我在哪。好吧，你不是走到那个海岸那个？现在走到那个世界营地嘛，那个在附近而已嘛。レリアから来たルークと言います。お会いできて嬉しい。在的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在警戒地的右下角而已。你的正南方那个靠山的地方，有时候会有一匹马在那里。这是一个重生点。牛奶抓不到啊！然后说牛奶，你要抓，你有没有准备东西啊？小嫩嫩，你没有准备要多抓。我准备东西。然后黑糖块啊，还有那个抓马的缰绳啊。啊，黑糖块用矿泉水跟砂糖去做啊。我们也要说是1:10吧，对不对？在哪里做啊？说去买一个黑糖块，是1:10，我忘记哪个是一了。就材料自己去买啊，买黑糖跟水，然后用加热。
っかり集中しろ。落ち着け。体が終わりだ。大地图上面绿色的人就对了。有个像那个 MSN 那个小绿人，有没有？但安利就是野蛮人啊，就找看有没有野蛮人，反正世界野蛮人很少。哇，有些人的马这么帅，氪金啊，氪金，你看一下，人才战，哇这鸡，哇这鸡，我在那个啦，差不多啊，哎、欸，哇丁丁，你看这个，我不敢过去，好大只哦，怎么打了？到哎、欸，该动哎、欸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冷不冷啊？我改一点就打架的，那打架的，超粗的，假的那种。冷不冷啊？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我差点冲进去，孩子要超时。冷不冷啊？太恐怖了！没看到你啊，牛奶。我也没看到你。到底在哪里啊？我分流还是一样的吗？我在山哦。对啊，我也在山啊。你现在在那个吗？我在马贝尔利亚村吗？哦，我在西部警卫营地啊。你在跟我开玩笑？哪来？哎，为什么我看人人在这啊？你太那个了吧？哎、欸。我不在这兒，你是看到你自己吧？你是穿这种穿的，是我自己的。怎么说？艦隊が戻ってきたよ。跟着任务跑啊！骑的马去的、哦？没有啊，我是到这里才有旅的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这有任务哎，难得。你可以跟他 P 啦，怕什么？不
要。到不了糖吃而已。我不要，我不想分东西。我会吞东西哦。不要。我会分东西。我不会分东西，我会分经验啊，东西都分掉。我不能跟这个人接任务，讲话接任务啊。这个自动找路还会被那个别的玩家卡住嘞。哇，闪电霹雳马、欸。买狂战士八套，请大大成全。这是买那个包送的、哦。买什么包？我们在收那个什么套件。那个啦，买装啦，装老板交衣服了，老板。我来九台还买不到、哦。他们说狂战士的攻大于求啊，买了 GK。グリフ会長はハイデルの戦争における英雄だ。我觉得，蛮喜欢的马车。今夜もインプたちが攻めてきた。超帅的、啊，外形啊，力を貸してくれ。还有那个，啊，还会坏掉。这个 PC 怎么在哀嚎啊？老乱啊！老乱！噩梦来临是吧？需要那个。怎么？现在有转职吗？还没。嗯。你那是转职不是变钢铁人吗？变洛克人。就变一个那个手带着一个全炮的怪物。怎么韩国那么喜欢全炮啊？你不是脚太小。那么喜欢洛克人。每个都要炮在身上。其实我应该去玩个那个战士的。他后面会有大剑的、啊、哦，对啊，但是那个大剑还不错。你莫，このど田舎、気に入らないことばかり。我的妈嘞！星をもらいたくないのね。全套哎、欸，本来拿双板斧，突然变一个全套也太娘了。哇，狗类们，你们跟 ID 一样呀？那个地图上的那个红色戴帽子的那个人，刺客、啊。哦，你都有一个红色标记了。对对对。是强盗。嗯哼。所以他会抢我咯。他会抢，如果你有装贸易品的话，他会打你。所以还要自己护航自己的那个啊。啊，不是，是你要自己晕。对，你们现在都在运那个就对了。哦，也没有啦，这其实没有很好赚，就是好玩，对吧？背着货物走。那这个应该有玩家去抢别人的喽。哇、哦，加15哎，谁那么凶啊？在干嘛？有任务，我要离开这里。哎、欸，我的驴嘞！我这驴在闹失踪哎。哦。对啊。运动吗？
Độc đoé.找到是不是？终于找到了。笨。那边的混蛋。そこの若い人、トウモロコシでも食べて。ここに来る途中でいただけない。やばい。感冒了。嗯，干嘛呢？抹什么药膏啊？就抹那个霉菌的、啊。香港脚。对啊。你从哪里要抹啊？你感冒抹还袂好啦。应该不是用黑吧？你笔应该是把皮磨薄一点。不然应该是弄消炎的吧？看不止痛的，防止感染的那种。哦、你痛下啦！我的铝已经四等嘞。操死啦！看你啊，那颜色而已。好的，好好好，乖。我的能量满。有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聊？不要聊垃圾，好不好？能量满怎么办？随便用掉吗？拿去看劳工好了。怎么这么远啊？人都在走路哎、欸。旋风斩啊！有旋风斩嘞，超强的。看一下使用说明书啊。下一发。如何使用旋风斩？拉得好远。太远了吧？在哪？哎、欸，你在追我、啊？对，我要去下面那条路，你就会经过这条。你抓到马吗？没有。嘿嘿，奶哥还没有准备黑糖块，怎么抓马、啊？放开、啊，再抓也不会动啊。到了。奶哥有人叫你去深抓，不要喂他，硬吃他。我操！彩虹小马，要去当小马，你有去当？我又被卡住了哦。这铝刃有够挫的。
他那个，他明明就可以转很快，就好像开大车一样的，脚步是超大的。开大车。那个驴的世代很低呀、啊，你要配种做成六世代，它转向性就会很高。哎、欸，我配种进来。对、欸。认了。から来たのか。心構わず肉を焼いたらダメだぞ。いつかハイデルに私の名前をかけた旅館ができるさ。用导航呢？好烂的，烂到炸到！你差点撞到我啦！我撞到你哪里呀、啊？撞到你哪里？光声音就输掉了，霸气登场！私を訪ね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、金の匂いを嗅ぎ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だわね。原来到这里干嘛？接任务啊！卖东西啊！是不是我没有空的？卖东西？卖什么？商人なら売り買いを楽しむ。求土豪放一套巫师探索套啊！要件は？谢谢。那你有200万。我是转蛋包吧。哎、欸，打哎、欸，打屁呀、啊、你！遠くから持ってきたものほど価値が高くなるわ。
要な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りそうだな。こまめに財産を増やすといい。艦隊が戻ってきたよ。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定义什么是乐色。私を訪ね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、金の匂いを嗅ぎ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だわね。那就有任务了，啊，都有黄金圈就，我还说红色的点，啊，我们现在是中，哎，法理怎么没上线啊？法理啊，现在都没有出现，太难。南投要去台南了是吗？红灯，你看一下，按一下 M 啊，看一下那红圈圈。好大一点，你的这。然后开，我都往前移了。黄师傅，我不知道哎，都不知道。这刀刃在哪边？哪边？很南边哦，我只是整个大地图的南边。私はハイデルを代弁しようと努力しています。是什么？是啊，是啊，还有不然怎么获得他的支持？敵の名前の名前の名前ハイデルのためなら何だってやります。注目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の分期待が大き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。どんな状況であっても敵に背を向けるな。都道院の友人、生きようとする意志があるのなら一度でも多く剣を振り回せ。怎么了？玩爽了？哦哦，在推那个矿石的那个车。哦，第一次推各种歪斜啊！真的，
是要推去哪里啊？我都不知道。推到那个 NPC 的旁边。他到底要不要走啊？哈哈哈哈哈！W 一直压着就好了。可以啊，反正很多地方都可以靠墙吧，然后你可以用观察者模式。没了。他说：“你靠的地方是椅子的话，那人你的角色会坐在那边，知道吗？是吧？不是没什么用吧？我觉得。靠的是，靠的是小瑞可以洗澡。不行。制作单位没有像你这种变态，想得如此的深远。这不是最大的梦想。”在吗？你是低能儿哦，我讲话不会讲清楚一点。好别的。哎，你现在帮我赚一匹马。啊，我这马都没准备。来去做个那个什么糖啊。抓一只啊！黑糖块，黑糖块看做个二十颗吧，然后带绳子带二三十颗这样，保险。私を訪ね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、金の匂いを嗅ぎ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だわね。看一下美女实况啊！
야, 我不喜欢米塔。老王。艦隊が戻ってきたよ。争榜，什么？没有加十二加十五的装，冲了。嘿、欸、上线都不揪的。做完球做皮卡丘。皮卡丘。啊把你攻下要废心啊。把你帮抓一只马。抓马。欸、抓马。抓到还是我的。对。弄不落呀。要自己抓。还是可以帮你找马，所以一定要自己抓。那帮我做那个黑糖，做了还是我的，做了还是他的，还是不能给你，什么都不能给就对了。对，什么都不能给，连材料都不能给哦。送我一匹汗血宝马，汗血宝马，材料不是问题。在一万块以内都会大概可以抓个两三次吧，三四次。一万？对啊，他的绳子好像是1000多。啊，黑糖成本一块好像3000，2000还是3000。干什么？
せ冒険者様。私の子羊たちが怪我しないように。我跑去 BD 家玩呆了。哦，最好，搞基了。私がこの騒がしい場所の主人だ。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か。羊を育てる羊飼いたちが羨ましいものだ。然后又很容易死。那什么？特定古堡。冲啊！就是不要拼命逃跑。捏小菜就对了。肉が必要なら北側の平原に行くといい。空空鳥だらけだぞ。カボチャとハチたちが騒いでいる。騒がしいと思うが私を助けてくれ。ゆっくり。知識を明かすことをおろそか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。錬金術を学ぶと君が知らなかった世界が見えるようになるはずだ。
ゆっくりと目印を追っていくといい。知識を明かすことをおろそか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。私がこの騒がしい場所の主人だ。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か？
超大哈，可以买的地方多吗？200多个，假，对啊，可以吗？哇，密密麻麻的，哪来那么多贡献啊？先充一点，然后再老妈丢垃圾。没事啊，
要材料卖到交易所。
耐力消耗好快啊，对啊，要一直喂他吃红萝卜。可是马又要练到三十级才可以交配。要用更大栅栏。嗯，来哥又拿到驴子。超变态的嘞，好像有救啊！七小。不能戴戒指的啦。戒指要戴。
打轻松打，他已经局掉了。就眼睁睁看着他的马被打死了，爽爽。哇，为什么卖东西还会那个系统会公告？系统会怎样公告啊？卖东西系统会公告，系统会说什么东西，然后登记道具可能几百万以上就会了。哇！又上线了。不要去找我爱的小小女。天哪，这个真的是，哦，那个用图名去搜寻，对。在路的时候，它不会跑。哇，今天的有点热。
多人小工会。小哎、欸，小工会。から来たのか。会えて嬉しいぞ。こうやって出会ったのも何かの縁だし、握手でもするか。兄貴曰く、石を見るときは金を見るようにだそうだ。私たちがカルフェルの戦いで、君はベリアから来たのか。ここから西のアレハンドロ農場には養蜂場がある。ところ構わず肉を焼いたらダメだぞ。私がこの騒がしい場所の主人だ。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か。カボチャとハチたちが騒いでいる。騒がしいと思うが、私を助けてくれ。もうハイデルは労働の喜びをくれない場所となった。羊を育てる羊飼いたちが羨ましいほどだ。
超重要的啊！现在超缺贡献度了，我有100贡献度，我都用不完。哇，我都用得完。有三。君はベリアから来たか。回收贡献度要走到那吗？不用，直接回收就好。不用，那个除非那个据点，你要投至少走去那，除非那个据点被两个箱子。贡献度物品那个只要还的，アイデルにようこそ。戦争には負けましたが、アイデル人で。闇の君主はベルモルンという名で、シャドウナイトたち。なんでで卵を嫌。賢明な人を追って行ってください。常に判断すること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。我靠，暴力的那个钱有1000多。悪いけど、当分の間、料理教室はありません。还有那个知识啊，如果那个区域的制约完整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到那量。也不用那么刻意，都是不认识的都先讲见一次面。良い品物が揃っています。然后那个区域的怪都完整收集到齐的话，会给你一个额外的能量。从那个 ESC 那边的知识可以看，有目录可以看。承認組合長が許可した正式取引ですので、信じてお任せください。
先休息啦。嗯，完了。完了。完了。哎，我黑石。又是宝石。哦，满满的采集用具，换一直烧不到坏什么吗？绳子是吧？不是自己做的都很快就坏，自己做的话很麻烦，就是讨厌，是吧？那个铸铁超麻烦，啊！我现在有办法自己做，我搞了很久。是啊，啊，有一些矿，你那个可以做铜啊。如果你要再做下一阶青铜，你要锡耶。那锡的话，我还好没有找到矿点，是可以叫劳工去采锡的，就变成自己采。你们有铅？有铅啊，有铅，可是铅也要自己采啊。哎、欸，不对吼，铅我在南边，我也可以叫劳工采。那你老公？干、欸。好、啊。然后劳工啦，讲什么？然后有铁，有铁没有煤，煤小煤，煤、欸、我有看，有煤的那个劳工点吗？没有，这有看到煤的劳工点。记得吗？忘了。中継を一日中やってるわけではないんです。水晶、金刚。
对，那个 BOSS 的卷轴是要去哪里打？他指定的地点啊。啊？他那个有 BOSS 的任务，然后站在 BOSS 那个点，然后就只用他。我说他那个卷轴主要是从哪里来？哦，这我不晓得哎、欸。我现在拿到的都是那个黑精灵给的。救命！敌を適当に切ってみた。今日であっても敵に背を向ける。ボス。生きようとする意志があるのなら、一度でも多く。洒落た家具があるぞ。製作注文ですか？修理ですか？お任せください。孟轩，你知道那个气温要看吗？气温哦，你看那个地图，然后右上角有那个被调整。看不懂啊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解释。就是做那个作物哦，作物哦。我想真的是没有任何解释，越绿的代表什么意思？私のネックレス可愛いでしょ。为什么是红色？ほら、あまりじっと見ないで。这里都不够热，所以说只是绿色。都看不懂，对吧、啊？温度都差不多，那。然后作物的温度好像也不能调，作物的温度变得好像你要种下去，哎、欸，你就是那个，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作物一种要怎么看，甜的倒是可以看。也不知道那个作物适合哪种温度。对啊，对啊，不知道那个作物适合哪种温度，就是这个问题。製作注文ですか？修理ですか？我要种下去才知道。お任せください。先种。私のネックレス、かわいいでしょ。ほら、あまりじっと見ないでよ。
我在投资第一个村庄。哦，是哦，这里好像有很多采集点。你打算要做什么啊？不知道。是哦，有能量没得用。而且总觉得好像会绕一圈又回到一开始。労働者と契約したくて来たなら歓迎だ。艦隊が戻ってきたよ。ハイデルで騒ぎを起こすつもりならやめた方がいい。持ち物が多いのなら俺に預けてくれ。もちろん可能な範囲でな。金というものはな、ある時もあるが、ない時もあるものさ。
馬に乗って広い荒野を走ってみてくれ。本当に気持ちいいもんだぞ。它那个是比较小的容量，比较快的速度啊。对。啊。大的。那下一阶就要做的，现在在想该怎么做。也有人做出来放在交易板上卖，但拉不到，太快了，价格直接被打。哈哈哈。人数もあまりない。夸张。啊。站在那边等也练不到角色，那干脆自己做。很奇怪哦 ，NPC 的语音一直消失。哎、欸，会吗？我不会，我没有预付。商人組合長が許可した正式取引ですので、信じてお任せください。